哦，天之晴，比较准备好嘛？做对冇？冇，一定要上好了的哈，可以吗？其他老师可以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带来另外一首，哎，那是国语老歌了哈，《回娘家种麦秆》，回娘。 中哎，三轮带来的还是小巴掌，哎嘛，你们的歌曲是叫小巴掌，哦，看看按摩哟，我想说老师赶快就翻。